我们是补位选手，补位的踢馆踢馆，哎呀，你要踢谁呀？你要踢没有馆。现在其实还比较紧张的，给自己加油。地方尊墨迹，圈里边是数一数二。游戏一号心态向着，又是压力啊，无形当中的压力。好，喜剧人，我们来啦！谢谢谢谢，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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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你们算是来着了。今天我们台上一下子涌现出两组新人前来补位，一定会有一组喜剧人离开我们的舞台。到底是一代新人胜旧人，还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我说了也不算啊。今天上场的头一组喜剧人，上一周在淘汰的边缘走了一圈，这周的淘汰赛对他们来说压力很大。接下来有请来自辽宁民间艺术团的程野鸭蛋。来，谁有钱呢？谁有钱？谁有病？谁有病？你有病啊！你有病！停！烦人！龙少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继续嗨起来！哎，来，一二。呀呀，我失手了吗？哎呀呀呀，劲儿太大了。哎呀，哎呦我天，我太兴奋了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导演叫什么名字？卡梅皮，卡梅隆的亲表弟卡梅皮导演。哎呀，这可够腕啊。绝对是一个机会，所以说赶紧让学员们上来。哎呀，孩子们，你们的机会来了。特别特别好。耶、yeah. 那么程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养啥的？告诉他。哎呀，什么玩意儿？养大鹅的。回去吧。嗯，这位 UFO 知道不？外星啊，早晚会打到外星去。 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来吧，打我吧，来呀，哎哎，打我了，来了，哎哎，打我了，没事没事没事，打我了，哎，行行行行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吓人呢，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啊，哎呀，这咋的呢？那个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既然让你看出来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一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呢，嗯，你没搞错吧？就这么四个导演能看上吗？哎呀，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那也。接个电话啊，梅脸，不是那个梅皮，不是那个梅脸梅皮，你卡哪儿了？不是，不是，卡梅皮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向我那嘎达看，有没有信心？哎呀！
导演来了。导演来了，来坐坐坐坐坐，辛苦辛苦了，辛苦。范儿挺厉害呀，归队。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哎呀，我先哭两声那个。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把灯都闭了。别是你留你一个还我。我站圈里没？在的。啊 ，One two。回去吧，不错。哎呀，你这小超越整不错啊！胡慧，等谁呢？干就完了。哎呀，哎呀，谢魂落地真稳。回去吧。你啥意思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比一比呗，比呗，比比呗，比呗，比比呗，比呗，比比呗，比。这些人都有绝招。你会点别的不？你有没有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你会啊，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嘿，这是功夫啊。干啥去啊？你演呗。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我绝活我怎么没亮出来？你亮出来来，爹呀、啊，带我拍电影呗。必须得带啊，这孩子这孩子不错，哎呀，一真。我也来来来，停！你要叫你得叫爷，你别跟我演一样的啊！你跟我俩玩爷那是不？来来来，你打我，来来来，来你打我，来，你俩灭灭火器干啥？来来来，行行了，火气这么大呢，这俩孩子。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吹！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出去！我不想演了，我害怕导演。别怕，有什么可怕的？我回家吧。这，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怕他干啥呀？不是我，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一下。导演。导演，我那个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我叫啥来着？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我是唱音乐。
麦霸。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好，走吧。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那你抓紧时间，快点吧。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好嘞。是不是是 ，Come on。中原武林，群雄并起。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哎呀，刁儿，等等我，刁儿，刁儿，为什么飞得这么快呀？靖哥哥。靖哥哥，你等等我。容嬷嬷，你来干什么？靖哥哥，我要跟你放大鹅。今天是武林大会选盟主的日子，你别去了。选盟主，你真是我，真笑了你，我都怕让你怕人，让你不怕人，让你打死。打死我？哼，我的武功盖世。刁二。展翅飞翔吧！哎呀，真是是是！哎呀哎呀哎呀！呀，靖哥哥，既然你的武功这么厉害，那你去吧，走吧，鹅！哎呀！看谁敢跟我抢这个盟主，我来也！那个犊子就别嘀咒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我乃是……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我是你爹。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你请。既然选盟主，看咱俩谁能蒙过谁。我是小花，萌不萌？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我是大树，萌不萌？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接招，来吧！我都蒙上了，你有我蒙吗？呀，我认输了，你个大蒙啊！武林盟主就是我的了，我要练武林绝学。恭喜盟主！停，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啊，好嘞，衷心的感谢您，龙先生。没事。回头我们院里见。好嘞，再见。哎，好，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回精神病院呢？啊？怎么回那了呢？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你那个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对呀，你把我们你传出去多磕碜呢！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练戏呗。再说咱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多给我练了。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来打我来，来慢慢来，来打我，哎。谢谢啊！今天这个节目跟往常的节目大不相同啊！因为前两期我们演的吧，就不是那么痛快，这一期呢，我们就是放弃了所有的压力跟包袱，我们就自己在台上就玩一回，闹一回，让大家乐一回。
我以前记得你吹唢呐什么都吹过哈。我是12岁学习的吹唢呐。嗯，我平时爱研究，你看，就刚才就是今天咱们剧组安排的吃饭嘛，吃饭的。你等会儿，哎呀，你这啥呀？不吸管？吸管。我没明白这吸管扎这么些眼儿干嘛用啊？这就是乐器啊。再我找这乐器，这就能吹。哎呀，好费劲，好费劲呢。艺高人胆大，弄个吸管就能吹出这么好听的歌来。好，我们来看一下成也鸭蛋最后的分数多少，请看大屏幕。好哎，417分。来，两位到我们的待定席，先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是一位喜剧新人，我们掌声有请贾冰。前三集我战战兢兢地走过来也已经不容易了，我这半道捡来的团队我也很心疼他们。没谁了，我这人其他也没什么爱好，也就会做个饭，所以说我做了一桌子菜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就是在鼓励一下大家。兄弟们，我还是一句话，这个团队是我们先凑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会一路走下去的，这个团队咱就成立了。1、2、3 干！我就是一个要做什么就要去做，就要拼尽全力去做。我想证明自己，让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喜剧人叫贾冰。朋友们，乡亲们，嘉宾们，我胸口闷，加油！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共创辉煌！共创什么？辉煌！大点声！辉煌！我听不到。贾总，现在咱公司咋了？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贾总，咱公司就没救了吗？你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这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你咋在外边呢？他跟我有仇。谁跟你有仇？王渣渣。王总，什么仇？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我不习惯了吗？这贾总，我们支持你呀。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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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会呀、啊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我叫孙哈哈。贾冰，你们公司招的什么人呢？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老狗似的。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哎呀，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展示完毕。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啊。哎哎哎！他展示啥了？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咋的？你多大？37呀。你多大？37。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你补票去，过马路注意啊。那他呢？来展示。展示完毕。你演漂亮，你进步了，你比他好。你等会儿啊。嗯。我眼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你多大？我不跟你说了吗？37。你多大？37。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打地去啊。那他呢？来，走起。干啥的？哎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的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干啥的？干烧烤的吗？这是魔术，是吗？嗯，对不起。原来你多放孜然，少放辣啊！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滚！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渣渣，干啥呢？你都来说过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啥？不是那么乖。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那就是因为查屁了。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儿吗？你现在，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转什么型？中药厂转凉茶厂。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啥事啊？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那多疼！干啥去？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不吃是吧？嗯，我吃。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嗯，你的人我不要了。那来吧，撒酱巴扎嘞。嘉宾，你是真不要脸呐！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行了，嘉宾。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斧头破摔呀。别整那没用的，签吧。好，我签。佳总，我吓我一跳。咱公司有救了！什么？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什么？天使投资？什么？入股公司？什么？站起来吧！是啊！嘉总，嘉总，你继续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去你的吧！哎。哎，贾总，贾哥，家强不杀，能。哎，啊，王总，别叫我渣渣，小渣。哎妈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是人。那你叫人渣的。别惊。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好故事，好故事。我讲的嘛。话说呀。
有一个身高丈人八尺、瞪眼、貌似同龄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那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真的假的？假的呀，你个大傻子！猜不透你呀、啊。谁想来呀、啊？给口饭吃。那你有啥才艺啊？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为啥呀？因为你长得违章了。不好意思。站住！咋的？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听听，决定啥？不给咱们投资了。啥意思啊？双击六六六，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那咱这回简单点。干啥呀？左手六，漂亮。右手十一，不是七吗？十一，我手指头十一。哎。左肩高，含嘞。右肩比左肩还高，漂亮。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咋还蹦呢？蹦蹦，再蹦蹦蹦蹦，出去不是？蹦蹦。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不是你，贾总，这回应该是我。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肯定是我。我这天使，这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问，什么情况？天使投资来人了。漂亮。你看，我就说是我吧。来人干啥了？当面通知不投资了。这会儿这会儿这抢啥？抢啥？给我抢啥？蹦蹦！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确定了，通知书。走吧。哎呀，签吧，老贾。不是，我再等等。等啥呀？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说实话，稀碎。那签吧。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叫我给烧了，别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贾总不能签。谁？
停停，搁哪干出来的？窗户。这是八楼。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哦，煽情啊！来，音乐起。哎，停停停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妈呀，你这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这什么玩意儿？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行了，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为什么？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兄弟们来啊！有，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辉煌，辉煌，辉煌！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记得。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兄弟？可以信任吗？可以。我来了。节奏非常好，打。谢谢谢谢谢谢啊！从这一季的头一期，我就特别关注贾冰哈。谢谢郭老师，他的语言结构。和他抖包袱翻包袱的处理方法不太合乎我们的老规矩上，当你成了之后，业内也会认可你，老百姓也喜欢，听到你说半个字就会想到这是贾冰的包袱。但是在你成功之前，你的特点就是你的阻力，所以记住我那句话，贾冰你必须成功。真的真的，谢谢大家，有请成也鸭蛋。刚才成也鸭蛋是417分，我们看一看贾冰的分数到底是多少。来，请看大屏幕。恭喜成也鸭蛋，欢迎登录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观看《欢乐喜剧人》节目完整视频，看喜剧上优酷，登录优酷星球与明星亲密互动。掌声有请下一组喜剧人孙涛。东鹏特饮，喝完上台来劲儿。今天开车刚到家，熄火关灯拉手刹，抬腿迈步刚下车，让人削了个大疙瘩。关键是黑灯瞎火的，削我这人我还没看清楚。没关系，这小区的保安队长我认识，是我老乡，我现在就找他去，必须赔偿我肉体和精神上的损伤。人呢？有人停车乱占道，抓了几次没抓着，刚才差点抓住他，他咔嚓给我一电炮。
这多疼啊，这得打成这样。打我的人看见没？哪边？小区这么大，哪儿找去啊？不行，必须跟队长汇报这事儿，太不像话了，疼死我了。小区安全我来抓，业主人人把我夸，我是保安大队长，这个小区就是我的家。我们小区最安全了。安全个茄子，这谁呀？老乡啊，你看我这脑袋。哎呀，山老板呐，哎呀，这生意做大了，改拍电影了，演的是独角兽吧？我顶死你。哎，你才演独角兽的。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被人给揍了啊，在咱们小区让人给揍了啊。你说说啊，你们这些保安就是为我们这些业主保驾护航的，对不对？对，必须把这人给我找到，让他赔偿我，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心灵损伤费、美容整形费。行行行，队长啊，队长，哎呀，哎呀，这眼睛怎么了？这是，我让人打了啊！怎么，你让人打了？尚总啊，怎么的？买卖不做了，改拍电影了？要演独角兽吧？什么独角兽啊？我今天在咱们小区那个消防通道被人给揍了。啊！我也在消防通道让人给揍了呀！啊！哎呦，这人够厉害的啊！一下揍了俩啊！别着急，先说说情况。就在刚才啊，消防通道，我刚停好车，我在那儿看着，我刚下车，我叭窜出来了，我嘡一电炮，我一把没拿住，他腾一下撞树上了。对上了，对上了。你呀、啊，邵总，你下手太狠了，你这一拳打得我现在眼睛直冒金星啊！怎么是我打你的啊？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怎么是我打你的呀？队长，你分析分析这事儿。他要是不打我，我脑袋上我自己长出个犄角来。行，赵老板，你先坐着消消气儿啊。太不像话了！快滚！怎么回事你啊？别说话。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业主是什么？业主是咱的衣食父母，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我就是你们的保安的爹呀！你怎么能打你爹呢？可把咱爹气的！你谁爹呀你？我打个比方，队长，你委屈我了，是他打的我。我什么时候打你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你自己撞树上打。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小树啊，才这么粗，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给撞折了呀！对了，队长啊，这树是公共财物吧？他是不是得赔？必须赔！张老板，这个树你撞折的啊，必须赔！好好好，行，我赔啊！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有钱，不就一棵树吗？我赔行吗？行，你还有事儿吗？没有，没事巡逻去。再见。这个什么人呢？这是个。哎呀，行了，尚总，我看明白了这事儿，你头上这包是你自己撞树上撞的。行了，你别说话了。小孙让你打成什么样了？那一电炮这都轻了，人家没让你赔偿就不错了啊。他早忘了。队长，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啥事儿啊？我挨揍了呀。谁揍你？他打我呀！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是你自己撞树上的。哎呦，我两个明亮的大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你瞄得太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啊，他上去一脑袋，咔嚓就得撞折了呀！撞折了，我赔钱了呀！对呀，还有事儿吗？没有了，巡逻去。再见。不对呀，队长啊，他违章停车了，他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不停消防通道，我停哪儿啊？我停天上去啊！哎呀，商老板，你也是的。那消防通道怎么能停车呢？那我停哪儿去？地下车库啊。那不是要钱吗？那个队长，他停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他老在那停。我就说，我说这车是谁停的？我必须找到这个车主。我就在那等，我就在那等啊等啊。我说这车是谁的？我等，等着等着，
我内急，我就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三分钟，回来之后他把车开走了，三分钟就把车开走了。昨天他又把车停到消防通道了，我就在那等，我等一不来，我又等也不来，我就等，我死等他。突然我内急，我又去趟洗手间，我就去了40秒，我着急的都尿裤子了。回来之后他把车又开走了，我就纳闷了，我上厕所这事儿你怎么把握的这么准子？哼，跟你们斗智斗勇啊，那能没点装备吗？每天出门我就在楼上盯着你，我就看着你上厕所。呸！不要脸，臭流氓！你我还我清白！你我跟你说，什么人呢你呀、啊？你看我上厕所你。我不就违章停个车吗？啊，你至于天天盯着我吗？就你停车这事扣了我一个月奖金。行行行，就冲你扣奖金这事儿，好吧、啊？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可以、啊。你被扣那钱，我也可以给你。好，行吧，可以。还有事儿吗？没有了，没事巡逻去。再见。哎呀，行了，向总，气死我了他。你行了吧你？我告诉你啊，这事全在你责任，知道吗？你看小孙子眼睛成什么样了？人家没找你赔偿，你就捡个便宜得了。傻子早忘了。队长啊，我想起个事儿来。啥事儿啊？我挨揍了呀。谁把你打了？你不打我，我能打你吗？你自己撞树上了。哎呀，我两只明亮的眼睛，我能撞树上？我能瞄那么准？你瞄得老准了呀！小区刚种的树苗这么粗，你上去康长一脑袋，你就给它撞折了呀！撞折了，我赔钱了呀！对呀，还有事儿吗？你违章停车了呀！我违章停车，我向你道歉了呀！对呀，还有事儿吗？没有了，巡逻去！再见！停！别说了，你俩卡碟了。这样啊，来，你俩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给我演一遍，我就清楚了。行啊，好吧，可以。这就是消防通道，哎啊，这就是车，开始。就在刚才，消防通道，我停好车，我在那看车，我推门下车，我啪窜出来了，嘡一电报。哎呀，队长，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抓住了，就是你打的，看，不是，当一拳，不是，你等会儿，不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不对，不是这样。再来一次，来就来，这回咱慢动作，慢动作可以。我推门下车，我窜出来。停！看见了吗？看见了吗？看见了没有？你这干什么？你这分明是想打我！谁要打你呀？那你抡个拳头干什么？我这是要给你敬个礼呀、啊！你要给我敬礼呀、啊！啊，你这动作跟谁学的呀？我。你也这么敬礼啊？我们小区保安全这么敬礼啊？不可能！来，小孙，咱俩给他来一回啊！好，来，站好了啊！来来啊！来，杀气，立正，敬礼。也太像打人了呀。哦，我明白了，误会了呀，误会了，小孙误会了。哎哎呀，你看对不起啊、你看我把你，哎呀，这样你的医药费我全出啊、我现在就给你拿钱。我包呢？我包哪儿去了？队长啊，我好像忘了个事儿啊，你包落车里了。怎么能落车里呢？刚才你下车以后打我一拳你就跑，完了你的车门没关，包也没那啥，我一看里边全是钱。哎呀，我撞树上撞晕了。尚总你别着急，我让我老婆来了，我老婆在那看着车呢。你老婆给我看着呢？哦，我怕你的钱丢了，要不丢了咋整啊？完了就咱快点行不？天太冷，我怕我老婆冻成冰棍了。哎呦，你说大冷天的他怎么一个人在外边看车多不好啊。谁呀？我老婆视频。老公啊，我都快冻成冰棍了啊！老公啊，哎呀，我不敢走啊啊！这包里这么多钱，这我要是走了，这包丢了可咋整啊啊！老婆，你坚持住啊！你好样的，我为你骄傲。
小孙啊，哎，你是个好人，嗯，你和你老婆都是个好人。今天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你道歉。你别这样，尚总。这样吧，明天啊，你别在这儿干了，你到我公司来，我给你我公司最好的工作。尚总，谢谢你。哎呀，我习惯了。哎呀，我把你媳妇换回来啊。哎呀，你看小妹，哎呀，眼睛没事吧？没事吧？啊，快看看。队长，啊，这回平衡了吧？我看着也挺顺眼的。队长，嗯，我有个请求，你说，咱能不能把经理的动作改一改？怎么改？一二三，经理。谢谢你好。这个孙涛其实不容易啊，现在很忙，一个是忙着喜剧人的录制，另外好像还在春晚现场忙着节目的审查，是吧？是。今天好像就是从那边赶过来的，好吧？接下来马上就要打分了，有请嘉宾。来，我们来看一看孙涛的分数到底多少，请看大屏幕。先请孙涛老师啊到二楼小包间稍事休息啊，欢迎登录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观看欢乐喜剧人节目完整视频，看喜剧上优酷，登录优酷星球与明星亲密互动。待会儿要登台的这对年轻人呢，之前我在《笑傲江湖》里边面对过他们，很好，这两年发展的也不错，但是后来也没有再看过他们演出，今天我非常的期待，掌声有请卢鑫、于浩。恭喜卢鑫、于浩成为我们的年度总冠军。从《笑傲江湖》《笑声传奇》再到《欢乐喜剧人》，我们形容这叫三座大山。《欢乐喜剧人》是我们要爬的最后一座这个高山。我们一直说我们叫相声新势力，新是我们对作品内容和方向的一种追求。嗯，在创作上，你要一直维持这个新的话，就是自己每一次把自己打倒，玩命挑战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感谢大家，哎，好，谢谢你，谢谢你，哎，我是相声演员张玉浩，谢谢，哎，啊，真的是，我那个能够刚飞太快了，那个快递单子吹丢了，你给我看看收件人叫什么？张玉杰是吧？好，啊，那个你是张玉杰吗？我叫张玉浩，浩三点水告那浩。差不多，差不多，就你了，你的快递。不是，您别差不多，您是干嘛的？送快递呀，我干嘛的？我是真没发现，啊，快递这个行业现在变得这么有情趣了。也不是，这就是我工作服，知道吗？你可拉倒吧，这不是超人的工作服吗？是我就是超人呐 ，I am Superman。这，哎，转圈看，哎，那肚子。我也甭看了，电影我就见过1米8大高个人的肌肉，这您瞅您这个，您这得4个月了。不是你电影上看那个，嗯，那是我表哥杨建国，知道吗？你等会儿别是，超人是你表哥啊，还叫杨建国？当年要不是我大姑嫁到国外去，哪有他？不是。你超人，你这都有这关系呢？还有，你别看那小子，嗯，年年过年回我们村，火都不会说超人话了。哦，不是，听您那话里话外，还有个超人村，对，就我们村。这村里有多少超人呢？多了去了。不是你们那么多超人，我怎么没见着呢？是我们不让出来，嗯，犯什么罪了不让出来？我们这样一出门就飞上天，然后和太阳肩并肩。
我要不是为了能出村，你以为我愿意送快递？这是人干的活吗？这不是，您好像还很瞧不起这个工作呀？你以为这工作好啊？快递多好啊，快递小哥月入过万。等等，你光听前半句没有听后半句。后半句是月入能过万，罚款没一半。哎，你知道吗？我送个快递还怎么罚款呢？哪儿都罚款。是吗？送错件罚款，这应该。送丢了罚款啊、哦、送晚了罚款，不送上楼罚款，送上楼拘留。哎，知道吗？我都送上楼了怎么还拘留了？没办法，你知道现在尤其你给那年轻小姑娘送快件啊，她早上不接电话不起床啊，那都爱睡懒觉啊，光光凿门听不见。我那天一着急，我从窗户飞进去了。哎啊，胆儿太大了，把快递我就放到床头柜了。哎，瞧放这地方。后来我想，我就发个信息，我就走吧。那你就赶紧走啊！后来就不行，怎么了？他是盗妇。哎，那怎么办？哎哎哎，别睡了，还扒拉人家。哎，醒醒！还我是谁？调皮。哎，睡觉都不盖被子，太阳都晒屁屁了。不！睡觉没盖被子啊？你扒了人家呀？他得给我钱呀。废话，他不抽你吗？抽了、抽的啪啪的，我该挨抽。你这就我一个超人，我拘留，你知道这事儿传出去，我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你拘留我。不，现在年轻人都这样，你睡得晚还起得晚，睡个懒觉不很正常吗？所以不能给年轻人送觉，那给老年人送。老年生活规律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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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尤其快过年不能给老年人送酱。怎么了？老年人净买那个年货呀，大米、面、最可气他买那么老多，他知道什么好。金龙鱼1:1:1，这个调和油一买买好几桶，我往楼上扛啊，全是金龙鱼1:1:1啊、金龙鱼1:1:1啊，金龙鱼1:1:1，说一遍就够了。不行，人说了1:1:1得说三遍。哎呀，不行，您那你也超了。超了吗？咱不说这个了、咱就说老年人这事儿。那就不用说老年人，哎，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要真是不想送快递，你换份工作呀。换什么呀？换份，你要不开专车也挺好啊。好什么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开专车。我能跟蝙蝠侠那个大骗子一样吗？能跟。您等会儿，我没听明白，蝙蝠侠啊，大骗子，是，他开专车了，何止开专车，这个大骗子我都不愿理他，不是，人家不是富二代吗？有钱呀，你知道他们家怎么发的家吗？不清楚，开黑车，哎，蝙蝠侠开黑车，开黑车，没听说，怎么可能开黑车？那么有钱人开黑车干嘛呀？哎，我问你，蝙蝠侠开那车什么颜色？黑色的呀，是不是开黑车？开黑。是不是？我来北京第一天我就让他把我骗了，他还骗过你啊？我也不知道，在路边我想打个车吧。是啊，他过来了，先生你走吗？这么热情，走啊！那上去吧。你去哪儿？我说我想去我们伟大的故宫看一看啊。到故宫好啊。小伙儿头一回来北京是吧？这不是刚落地吗 ？Welcome to 北京。你还挺客气。那今儿那个故宫看不成。今儿怎么看不成了？今儿什么天啊？就下点雨吗？对呀，故宫是什么呀？什么呀？重点保护文物。知道，知道，知道。国家保护。哎，对，一下雨就推回去了。一下。给故宫推哪儿去了？仓库啊。那要故宫都看不了，那看什么呢？我拉你去趟外滩吧。哦，您拉。我上外滩玩。外滩好像在上海吧？有没有点地理知识？上海那是维多利亚港，那是香港，香港那是雍和宫。雍和。哎呀，你们家地图一定是揉碎了，我告诉你，就这孙子骗了我800块钱。你说他是不是个大骗子？不是，开专车挺好的。不行，我能跟他一样吗？别说他了，我们协会那些个，我谁都不理，我跟他们不一样。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就你们还有协会？有啊，你们什么协会呀？原名叫世界拯救者协会。哎，不，那现在呢？世界拯救者二次就业互助协会。
一帮子下岗职工啊。哎，你们这协会的话，我听这意思，有没有一个蜘蛛侠？有，我猜他一定在擦玻璃。擦玻璃？擦才不擦玻璃，那小子多懒呀。怎么了？我人家现在在苏州开了个蚕丝被厂，卖蚕丝被，特别挣钱。别！他是蜘蛛侠。对呀、啊，他不能吐蚕丝。是，让全家人每天一日三餐就吃烤蚕蛹、哎，吃完了以后喷那蚕丝儿，知道吗？治蚕丝被。真豁得出去呀。就属他鸡贼。那我再问你一位。谁呀、啊？绿巨人，一定在搞装修。他为什么要搞装修啊？劲儿大呀，那扛水泥袋子4吨扛着上去，这劲儿多大。人家没你这么傻。我怎么了？人家绿巨人跟黑寡妇俩人唱二人转去了、哎、你知道吗？我猜这个绿巨人一定是个秃子。最近理的新发型、哎、什么新发型啊？俩人唱特别好、哎、还唱呢。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家通通腿啊，家家团圆会啊，少你给老的来拜年啊、哎、也不轮到吧。行了，哎呦呦呦呦，哎呀，别哎呦了，行了，别哎呦，掉下水道里头了。是吗？这两个人唱得非常好啊。就你们这协会也有领导吧？有啊。你们会长谁呀、啊、葫芦娃。哎，葫芦娃怎么会是你们的会长呢？葫芦娃大娃岁数大呀，资历老啊。我这还看年纪啊、嗯、我最烦他。怎么烦他呢？每次我们协会只要是一开会，就他在那叨叨叨叨叨叨，手里就弄着他那个葫芦，你知道，在那盘、哦、别盘了，别搁脑袋上，搁脑袋上。不是，他都秃顶了，脑袋放不住。还是个中年的葫芦娃。中年油腻葫芦娃、啊、哎呀，大葫芦啊，搁这包浆子。哎，蹭不，哎呦，行，他老这么蹭是得秃，哎，知道吗？盘着，嗯，给我们训话，还教训你们，同志们，还是个山东人，这个我们这个协会成立这么久了，那可不，但是就业的情况不是很好啊，我不是很乐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说什么呀？你看看这个成功的典范，哦，这还有标杆呢，啊，这都谁呀、啊？这都是我二弟。您二弟那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人家现在弄导航去了。哦，倒是好，是不是？哎，对，导航那个绳弄的还是郭德纲的。哎，是好啊。哎，有买卖、哎、有买卖，是不是？还有我三弟啊。您三弟他现在干什么呢？拍电影去了。他拍什么电影了？三弟电影。哎，三弟拍三弟电影，那没毛病。哎，一听就不是二哥拍的。那肯定的。哎、嗯，这都是典范，这都是典范。哎，人家就业就很好啊。嗯，你看看你们几个，这都谁呀、啊？这脑子有毛病。哎，你这叫什么话？重点我要批评几个人。你要批评的是谁？钢铁侠。钢铁侠。还有那个雷神，这也挨批评。还有那个超人。哎。尤其那个超人，哎呀，我是超级英雄、嗯、我是修破慢，你两个自行车都不会修，你修什么破？你修破、哎、你哪个修啊？这是还有这个钢铁侠，洗澡了，雷神，把你那个锤子扔了，你看看你能干什么？老让人扔东西啊！次次我一说你们那么厉害，怎么不上天呢？你们几个腾腾腾就飞了。哎呀，仨窜天猴啊。我告诉你，我听完会长这一番话，我也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就你们这几个确实该训。嗯，现在是和平的年代了，你呀、啊、不是超级英雄了。我不是谁是、哎、各位超级英雄，我是修坡曼、哎、您拯救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朋友们，甭维护了，在这儿世界那么和平，现在是和平的年代，我们不再需要你这样的超级英雄了。你需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奉献为人民服务的这些人，他们才是英雄。谁呀、啊、谁呀、啊、站出来我看看。谁、啊、站出来就是他们。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在这告别的单纯，我还是有你的一段情，却在你身上刻。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果果，每天随时随地苹果果。这叫卢鑫，这叫张玉浩。哎，这个我得有两年没看见他们俩了啊。没有，之前是在《笑傲江湖》的舞台上。你们自己想一想，红了之后，就是有了知名度以后，更难的是什么？更难的其实就是创作，是吧？尤其我们这个名叫的也确实新势力，他老问你有新的吗？有新的吗？啊，然后就得越来越新，一次和一次不能样，就是中间不能有重复的，有重复的就挨骂。你说新势力指的是我换眼镜了、啊好，有请孙涛。好样的，说得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卢鑫玉浩的分数到底是多少，来，请看大屏幕。恭喜孙涛老师以393分高于卢鑫玉浩的386分。在什么舞台上？只要是喜剧的舞台，相声、小品、二人转、脱口秀都是主流，唯独有一种艺术形式在这个台上既少见又难演，那就是默剧。我们今天这位演员称得起是中国默剧第一人，他是一个孤独的默剧坚持者，20年来坚持默剧的演出，没想过放弃。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们期待他的静给大家带来笑。掌声有请叶逢春。哑剧不仅仅我们国家少，全世界都少，绝对是未来的这种大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非常热爱默剧的这种表演方式，我算是一个坚守者吧。经常写本子的时候，也是自己一个人在那琢磨琢磨怎么动怎么做，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平时只能说是给好朋友在视频沟通一下，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少给点帮助着，要不然自己一个人确实有些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一件事。登上这个舞台就成功了，如果真的是说可以赢一场，那其实就赚到了嘛。专列即将发车了，会洗碗能去果蔬农残的方太水槽洗碗机，祝您旅途愉快。呀，呀，
要的。Thank you.
人的吗？爸爸，旅客朋友们，大家好！前方到站是终点站上海站，方太专列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感谢。拼多多，拼多多，喜剧人欢满座，拼就啊就啊拼多多。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不说话是很吃亏的。你看其他的演员说的顺嘴角冒白沫啊，你们这顶多嘘啊，就解决了就啊。对，你觉得吃亏吗？在现场表演其实是会有点吃亏的，因为近距离的观众可能能看清楚我的一些细微的表演，但远的观众可能就不太明了。嗯，这一个行业呢，其实确实说实话，有些时候也感到挺艰难的。比方说，我也参加了很多节目，然后大家总认为我是啊默剧演员这样。平时获取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很多，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获取更多的物质。其实有些时候相对比较痛心的，因为也很喜爱这个，然后也从事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感觉未来比较清晰。不好干不容易，而且他这个他不像其他的，你说相声主持做节目什么脱口秀还都看得见饭，做默剧来说形单影只，又是一个人，对，而且确实在这行里边不容易哈。接下来到了打分的时候了啊，紧张吗？挺紧张的。他们一定会喜欢你的啊，谢谢大家，一定会喜欢的。有请卢鑫宇浩。哇，来，我们来看一下叶逢春的分数，请看大屏幕。加油加油！能够登上喜剧人的舞台，我已经感觉是一种成功了。最后的结果可能说并不那么如意，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坚守的这条道路它是正确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这我自己相信。贾玲，我救不了你了啊！你说女汉子，他们都认为是你啊。掌声有请贾玲。喜剧人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皇特饮。本节目由东皇特饮特别支持。今天我们先得恭喜一下程野和鸭蛋。当当当当，
来呀，戴上啊！我这脑袋大。那老好。欢迎登录微博，为欢乐喜剧人魔王星星 PK 榜助力，上传欢乐京剧，随手传播笑能量。围观喜剧人驾到栏目预告，正片短视频微博搜索喜剧人微博版。感谢新浪娱乐、网易娱乐、凤凰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橘子娱乐、Zucker、好奇心日报、号外、界面、小鱼、影视头条、互动百科、Oh What、味饭、超级星饭团、盖饭 Get Fun、For Fans、黑鱼、茄子日报、新小班、都点娱乐、兴趣部落、QQ 看点、天天 P 图、酷狗音乐、酷狗直播、小咖秀、积木、有像 App、第一视频、秒拍、美拍、360娱乐、爱因斯坦 FM、灵感铃声、海报直播、足迹 App、Doco 热记录、泡面短视频 App、中华万年历 App、趣头条 App、最右 App 大力支持。